生会推开很多扇门，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。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，走进这扇门，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。穿过这扇门，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。跳出这扇门，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。守住这扇门，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。2022征兵大门已开启，火热军营，精彩人生。